朵拉，你在找什么？小声点，我在找驯足龙。为什么要找驯足龙？你不知道吗？要合成星光徽章，就要拿到驯足龙身上的鳞片。我当然知道。霸王龙，我们去那边找。你发现了什么？难道是驯足龙的脚印？是驯足龙！快追！队长，你的消息真灵通，霸王龙真的在这儿。行动吧，这次别让我失望。别跑啊，我想要块鳞片而已。霸王龙，靠你了，追上他！哇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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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哪儿去了？嘎啦！什么声音？嘎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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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驯足龙！嘎啦！嘎！嘎啦！他怎么被锁了？什么声音？前面有动静，快去看看！哼，抓到你们了！狩猎队，原来是你们捣的鬼！终于抓到霸王龙了！哇哇！霸王龙，别费劲了，你是咬不开的。霸王龙，你是我们的。加龙，铁甲撞击！大功！大功！甲龙！甲龙？难道是？果然是你。